看。好，我哋開始攞自己啦。啊，崔達，原來咧視障人士可以咁樣分銀紙喎，咁我出街唔使驚嘅。啱啦，嗱，多謝崔達嘅分享。下一個分享嘅故事主人公咧，佢個名叫柳面，四肢咧都唔方便噶。大家好，我叫柳面，係一個四肢傷殘人士。自然在差不多20年前的一場交通意外，傷了這個頸椎神經導致的。我的兒子現在今年都13歲了，所以呢我就多了很多自己的私人時間了。我平時呢的嗜好就是唱歌，現在我還四周圍去表演，仲開演唱會添啊！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彷佛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。心里爱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Oh no， 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。哎，唱得好喎、啊，柳面，估唔到你喺現場度唱清唱都唱得咁好聽喎、啊。誒，講多啊，你都識欣賞喎、啊。喂喂喂，堂哥啊，柳面喺度分享緊佢故仔喎、啊，一齊嚟。好啊，各位同學好啊，我叫堂哥，係因為一次公益意外導致頸椎受傷，所以導致四肢傷殘。我坐輪椅都接近40年㗎啦。其實我哋四肢傷殘嘅人要做好多康復嘅服務運動，好似扭螺絲啦、拔波子啦。哎呀！非常好啦。仲有啊，舉沙包啊！舉公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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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舉公敵。想喐得翻，就要多啲練習噶啦。係啊，過程真係好辛苦啊！唉，堂堂男子漢，連出街吸大新鮮空氣都要人幫。好彩我哋都有關心我哋嘅人嘅。好一陣啊，你跟住。唉，講開出街啊，我試過坐巴士啊，用低地台上，上個車之後，司機就話要我綁安全帶，我已經同佢講，我話我隻手唔係太方便，佢就話俾我聽。我負責揸車㗎咋，我唔係負責綁安全帶㗎。我哋足足搞咗14分鐘，好彩有一位乘客幫手綁，先至可以開到車㗎。啊？咁你咪遲到咯？係啊，我哋出街都好唔方便㗎，啲巴士大部分只係上得一部輪椅。如果有一兩個輪椅的朋友或者一對夫婦乘搭巴士，要分開兩部巴士搭的。是啊，有樓梯或者一級，我們最少都要兜路的了，甚至是去不到添啊。好彩我自己雙手比你動得多啲，可以去考車牌，去到哪裡都多個選擇。
揸車，我揸車，我就唔識啦。等我話俾大家知啊。哦，原來可以咁樣揸車㗎，咁你會去邊啊？四圍去咯，有時都會揸車去打波㗎。打波？打咩波啊？打乒乓波咯。由最初次次食零雞蛋開始，後尾贏個比賽都覺得開心㗎。啊！以前啲場地又冇冷氣，要長時間咁專業訓練。哇！你都好堅持喎，俾我就唔得啦。係，唔好講啦，打波，講翻你嘅故事啊。講我？好啊。響差不多20年前，我記得一日同屋企人去飲茶。嗰陣未有電動輪椅，出入都係要靠手推輪椅嘅喎。係啊，仲記得行到途中撞到對拇指，個小朋友仲同佢阿媽講：話媽咪媽咪，點解呢個哥哥咁後生就要坐輪椅嘅？乜坐輪椅唔係應該係公公同婆婆咩？跟住佢阿媽點答你啊？停翻八秒俾佢哋做動作，停一陣就得噶啦。好，講得。跟住佢阿媽點答你啊？佢阿媽咪話咯，同個仔對佢阿媽咪同個仔講：哇，呢個哥哥啊，梗係前世做得陰濕事多，呢世有報應啦。跟住終於好唔容易咁上到酒樓，不過我記得當日我屋企人叫咗好多我中意食嘅嘢俾我食。但係你係四肢傷殘人士喎，咪要工人姐姐餵咯。係啊，我記得姐姐餵我嗰陣時，就聽到隔離台有啲小朋友喺度講：佢話呢個哥哥咁大個啲人餵嘅。我都自己食飯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啊，當時好自卑嘅我，再加上聽到咁多呢啲聲音，令到我更加唔敢出街啦。唉，各位同學，正所謂咧，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嘛。嗰、那個秘密俾你聽啦，樓面咧而家係四圍去噶，佢呢啲嘢咧一間咧慈善團體嘅自助組織嘅慈善團體嘅主席嚟噶喎。啊，雖然咧翻演員啦，外貌咧同其他人有啲唔同，甚至乎啊有人會驚咗佢哋喎，但係咧佢哋都咧好有勇氣啊，將佢哋嘅故事分享俾大家喺舞台上面表演噶。盡快將憂愁眼睛，憂愁面孔，憂愁內心拋棄吧，找回你的微笑嘴巴，一動我想可以嗎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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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同拍掌，全力讚賞，生存是有感的，盡快將憂愁眼睛，憂愁面孔，憂愁內心拋棄吧，一同和唱可以嗎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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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一同拍掌，全力讚賞，生存是有價。